喂，哥哥，明仔早起叫你早要看日出，你敢唔休困？我困袂去啊！我是专工，打电话来提醒你，咱是要早起四点半，你唔通迟到哦。好啦，我知影啦，你紧休困啦。你哪知道我在这？我以后的啊。我在想啊，你平常是这么无闲，一定无这么早睡。啊，不过跟你约的是明仔透早四点半，安尼你等于睡无外久，你就要起床啊。照你的个性哦，你无可能会做出这么不效率的代志。所以我就又讲，你啊，一定伫我住附近等我。利用这个时间，先去处理公事，安尼你唔来未迟到，嘛未浪费时间。你那是约唔对嘞。事实证明我约对啊。啊，这是我刚刚为你做的咖啡，您看卖嘞。你今天就了解我的想法。多谢你。不用客气啦，因为哦，这咖啡不是免费，是要付出代价。你搁想要创啥？你的肩膀久啊，我爱困啊。不是啊，你这椅啊倒落去，安尼较舒适啦。你不用你的，等时间到啊，你要开车，你再跟我叫。你很紧张哟。无啊。啊无，你着放较轻松嘞。你的肌肉出来顶扣扣，我就歹困了呢。哦。代志针对我就好，莫伤害这个噪音啊！好啊，你紧落车。卖乱叮当！我知你功夫真好，不过这届无机会你顶啊！借问一下，这部电影是要驾驶我互我受伤，还是要伫我的命？等你你就知。我提醒你，我是律师，犯罪的代价我比你搁较清楚。只要任何的证据还佮有线索，我拢有机会通定你的罪。而且我会甲警察合作，唔管你走去提鼻海角。我拢会甲你掠倒转来，予你判真重的罪，予你有充足的时间伫个监狱内底想清楚。
你搁敢威胁我？我唔是威胁你，我希望你会当想我清楚。你伤害我，你无可能有好下场。所以你咧动手之前，爱想好清楚。即笔生意对你来讲到底是会好啊，还是袂好？你的目标是我，别伤害武功，把这个查某囡仔放开，若无我即马放你走。今仔我若走，会交代袂过。为着恁两个，一定要有一个我教死。我收无钱，我再来走路啦。不然，唔免甲伊废话啊！伊唔敢对我安怎，你紧报警抓啦！你点点啦，别看了无点啦。哦，你别冲动，我给你一个交代，为了让我交差，见人敢袂认的。袂用的 ，Run！ 你点点啦！啊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我若是倒落去，把这个查某囡仔放开，你去找你头家，你阿姊走路，莫讲来找我麻烦。好，我看你今日要何止交代。清楚、哦，唔通？哎、欸，你做了真好，相片我已经看到啊。钱我赶紧下你，你刷来要走路都要走较远的哈，唔通去拖累着我。有钱啊！啊！你背仔讲破起，唔捡起，徛起啊，戆戆啊笑，是有啥好代志啊？对，就是安尼，较粗残的。伊哦，伊真唔敢伫你面头前，佫假笑。是讲永成，看伊这只伤，会当伫咧病院倒偌久啊？刚倒有一个月。唔知。到时阵我甲替伊斗斗啊算。那安尼，真够害伊倒袂起的，咱酒驾都不如输啊！你有啥打算？当然要甲属于我的事业一概概摕到手。只要曾国豪伊无法度甲我做对，我就会当完全代表我的爸爸。即马就下苦苦甲心动的愿意支持我。世界集团。永保集团，就全部拢是我周永成的啊！你看，你看。我是不是很厉害？难道想着这个办法，让你们真正头破血流，是不是很巧的？很巧，很巧，很厉害。是讲你的头脑哦，真正动了足紧的啦。啊，若无我真正摕迄玻璃杆啊，讲我家己的头。是讲你哪会晓做假手胶？
用太白粉染一挂红色色素套水，会用做天然十八斤那个物仔。你只是要让左永成下骹手啦，当等去交差，迄一张假相片传过就好啊，哪会着真正母仔给受伤啊？恁这查甫人做代志拢伤过冲动啊！还是讲你是挑故意？挑故意？连铁头讲，我食饱就赢啊！这种我拢想会到的办法，你要哪有可能想无？你一定是故意。我是要安怎？要安尼做？你想要让我唔甘吗？让我因为感动，就对你以身相许。你用一个空嘴，会当得到我的人，又搁得到我的心，足会好的呢。我无啊，歹势。好啦，你就继续讲白菜骗你家己。哥哥，老实讲啊，拄只个状况这么危急，你竟然学着这种方法，甲我做伙说服周永成的下手人，而且足厉害。我看你归去哦，该多做律师好，你一定会做了就好。我今日我小巧的甲你抢行李，而且我无兴趣。只是我较好奇你说落来计划。即马周永成抓准你受重伤啊！啊！不过你是安怎会想要选择留在我这？若是假受伤住院，就会浪费医疗资源。我不想要做这种代志。若是踮咧厝内底，会去予伊下骹手人监视，所以继续踮咧饭店内底，予伊暂时找无人，继续观察伊的动作，刷来才知影要安怎伊。宝娜讲，伊联络袂到阮二姐，伊家有啥物问题？我即摆出门来看看。我对你，敢留你厝内边？我若无甲你动，等下嘞吴嘉文，你拢再再回来啊啦！咱家不是收容所啦，不是啥物无翁的离婚嘞，拢会带入来啦。妈，珊珊已经离开这个家了，敢讲你爱我，参就甲伊同款，离开这个家你也甘愿？你是无拍算结婚生子，不爱让阿婆孙，不爱让阿妈一个交代心。啊，我到底你爱我安怎做啦？去相亲啦！你莫当作是去相亲啦，你着当作是去认识新的朋友。你阁遐尔少年着？你好，我叫做 Chloe， 紫江集团的千金，今日你要相亲的对象。你好，只是开讲尔，你毋免遮尔紧张啦。我拢是咧走业务啦，啊，若是财务拢是互我的情报伫咧看啦。你是安怎啦？哎，志文。志文，志文。